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2.6 复刻角色确定，黄泉杀金插队，流萤延期。 2.7 卡池曝光，崩铁十月大事件来了。 2.6 十连免费领， 2.7 新五星级例会时间确定，星穹铁道 2.5 下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零杀即将 up， 同时 2.6 卡池的新角色乱破也即将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有关于 2.6 版本的前瞻直播时间则是预计在10月11日和大家见面，以及300星穹的兑换码还是非常香的。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的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各位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 2.6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。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2.6 卡池角色登场的顺序也终于确定，其中 2.6 上半卡池登场的五星角色是乱破，复刻的五星角色是影月，下半卡池复刻的两位五星角色分别是黄泉、沙金。好家伙，两大人圈卡复刻还是简直不要太香。这么来看的话，黄泉、沙金这波插队复刻，流萤、软梅复刻的话看样子是延期了。而说起后续 2.7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目前已知的是会有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，也就是之前一直提到的五星虚数同邪星七日、火虚无 SB 停云。有关于 2.7 卡池复刻角色的话，除去已经确定的影月、黄泉、沙金，两位复刻角色概率较大的是流萤、刃这两位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大家看看就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 2.7 及后续的版本中还会有大量新角色的登场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可以看到，除去 2.6 到 2.7 卡池的几位新角色外，丙克先生、阿格利亚、罗斯姑母、 SB 黑塔、英、斯蒂芬、华以及两位双子毁灭共九位角色也会陆续登场，其中女角色偏多，感兴趣的开拓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卡池的相关消息哈。星穹铁道 2.5 下半卡池的零杀托帕即将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的星穹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除了 2.5 卡池零杀的登场外，后续于 2.6 卡池的新角色乱破也终于要来了。而说起十月大事件的汇总相关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上图哈。可以看到，首先就是 10.1 日月初商店的刷新了，各位开拓者们又可以去商店兑换通票和专票了，也算是每月必备的事情了。10月2日日则是 2.5 下半卡池新五星角色零杀的上线，距离现在也就不到三天左右的时间，对于享受零杀的开拓者们估计也等不及了吧。而在后续的10月7日、14日、21日、28日也会有每周模拟宇宙的刷新，就不多说了。10月8日日的话是 2.7 卡池新角色例会的公布，目前网传的消息据说是星期日 SB 停云登场，还是挺让人期待的。除此之外就是10月11日日的重点 2.6 版本前瞻直播的开启了，到时候还会有300星穹的兑换码，届时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领取哈。至于2月6日上半乱破卡池的开启时间则是在10月23日日，并且还会有大版本签到赠送的十连活动奖励。以上内容基本上就是十月大事件的汇总情况了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